那前面那两个啊，挂那个巴卡的，真的是，把人家打成这个样子。你看对面一堆零有没有？对面一堆零都是因为刚刚全部被杀爆，然后跳光了。太过分！你们真的太过分了。我没办法、啊，他逼我啊！因为他打你的小人头、啊，他一直用那个榴弹打我，炮，不用破炮打他啊！啊，真是。Yeah, good. 连狙要拿出来用。Go, go, go. 哇，好多人哦，还一堆蚂蚁。
好快哦，真的超混乱的。事情这样有个好处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什么好处？胜率可以洗很快。我看我的 FPS 整个掉到20以下，应该是有人一直在丢那个燃烧弹。我刚刚关起来打就很好打啊，为什么他们要走进去？真的是哦，大家都想当然，一直一直出来送死有没有？哎，我黑画面嘞，你们有吗？换关啊，换关啊，当然会黑一下。不是啊，但是那个有点黑的有点久，假的。把灯打开。对啊，再打吧。把灯打开一下。一开，我是门灯当的话，我打。H 开大，跳难，分散了，难被冲。通常问一下，但都低。扫一下 Q 哎。超杀出来！我喝了，我就飙了，谁跟我打？要超多技术来的。
个。FPS 只有10而已。还有这个。有刚刚刀到一个人，好爽的。好爽的。我牌是加拿大的。拜拜。拜拜。去吧。去吧。准，嗯，我准，去吧。我要回电跟我女朋友了，她打了好多通哎。不准。不行啊。